陆律师，来接女朋友下班啊？没下吗？展言呢？我的情报可是很贵的。回头给你发红包。更衣室呢？谢谢。你眼神可真好，展医生真没有男朋友了？这哪是眼神的问题，这是经验之谈。你经验这么丰富，不也没准要猜医生吗？我喜欢他。 我不一定要跟他谈恋爱嘛，对吧？哎，你给自己找台阶下，这能力，蔡医生知道吗？哎，蔡医生，嗯，蔡医生，哦，罗律师又来看展医生啊？啊，蔡医生。 你在家为什么不接我电话呀？你故意的，给你一个解释的机会。我没什么好解释的。倒是你，是不是该跟我说点什么？ 你想听什么呀？你跟蔡雨潇什么关系啊？同事。只是同事吗？师兄。还有呢？前男友。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？都大学时期的事情了，有什么好说的？我不问你，你打算一直瞒下去吗？ 我从来没有刻意瞒，是你自己没有问而已。哎，你还能这么理直气壮的？
那你的前女友们呢？我没有。我懒得跟你说。我真是你初恋啊。至于吗？不就单身30多年吗？不至于，出来。走了啊。罗律师，早啊。蔡医生早啊。展医生早。早。蔡医生，你的前女友说你那个骆驼钥匙扣是你自己买的。我这个呢，是我现女友给我买的。秀。